今天的话呢，看一下六个半月的小藏獒，咱们是怎么饲养的啊？一个新鲜的鸡架，大家看好了，给这个鸡架的话呢，给它砍小啊，给它放到盆里面啊，然后加入这个奶粉，对，加奶粉，好嘞，可以，加微量元素，微量元素加，哎，对。好，加上这个钙粉，加钙粉，哎，对，加狗粮，加狗粮，加狗粮，哎，对，好，全部，哎，好，加上这个鱼肝油，鱼肝油，哎，好嘞，再加一点这个土霉素啊，好嘞，的话呢，给它抬过去，抬给它吃，好，好，神龙，好，给神龙吃。